啊，滑头卷讲过了，我以为还没讲哎。顶了很像也是新的哦。哇哦，太猛了吧！那今天可能会给你们看一下典韦。哇！所以它这游戏是慢慢新增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在家。等一下来讲一下，等下看一下什么东西，跟你讲一下。我最近可能会去买目标刷到手，这样每天就可以直接刷。打个 PVP 这样。哦，好难玩啊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竞技场啊。我们现在战力，看一下自己的战力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打。太难玩了吧？那我觉得重点是要去扫荡，就是。我们要不要讲排行榜？我这些排行榜一向很少在讲，要去查一下。这个就是经典了。不然今天跟你们讲一下好了，好像是，汉书，哇，全部都主练之姿哦。没错。这些函数，那每次都是假，真的假的？有忘记升级技能。你这边可以培养试吃。单次培养也可以单抽抽抽用。